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珠子哦，我遇到异色的拉拉藻，那这个应该是看不出来吧？哦，可是我是分不出来的。那这个是大量出现哦，位置大概在裴固镇左上角的海边，那可能有其他的地方啊，就看哪里好刷就去哪里刷吧。哪一只啊？它往下潜的，这只吧。然后有时候海底的话也是会打不到，所以就，我还是看不出来，所以可能会有误判的情形。这种的分不出来，我大概都把那个大量出现刷到没有就算了。那也可以一直刷一刷，然后阻挡这样。然后如果吃个闪耀力料理的话，可能几率会再高蛮多的。就打60只加一颗鸡，然后就刷嘛。这个大量出现，差不多都这样刷。如果你够幸运的话，异色拉拉藻 get 到这。然后这个应该也可以用孵蛋的啦，就是孵蛋。我想留到最后还有什么缺的再说。现在还缺很多，只是。好像不太容易遇到新的哦，看一下图鉴。这个不一样啊，但是感觉一个光线变化就是分不出来的。哇，总之我是看一眼是还分不出来的。而且这个又那么小只。然后目前抓到了异色的话，上一只是，这只不是，这只跑错地方了，上一只是臭泥 ，OK， 然后目前好像抓不到100只吗？异色。还不到四分之一哦，我才92只，没有重复的，可能进化的话会多一点啊，我还没进化。好吧，那差不多就这样了，大家拜拜。